现在呢，各级校园都已经陆续来施打疫苗了。福光诊所的医疗团队也前往到埔门中学来为学生们接种疫苗，同时呢，还送上了大杯咒水，还有苹果，让众人是相当的感动。埔中学生终于等到接种疫苗，每个人卷起袖子，有秩序的按照步骤问诊、接种，再到休息区。埔中全校共有700多位学生施打疫苗，佛光诊所医疗团队也前来支援。特别的是，学校还送上带来平安的祝福。是要感谢我们佛光诊所所有的医护人员，还有包括义工菩萨，特别抽空来到埔门中学为我们施打疫苗。那么，所以待会儿呢，我会特别送个大杯咒水，还有苹果。苹果的含义就是代表平平安安。今天施打所有的这些疫苗，我们医护人员还有各位同学都能够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。院长，没关系，深呼吸，在医疗人员及义工的合力安抚下，即使怕打针的学生也轻松过关。这次学生施打的都是 BNT 疫苗，700多位学生花一天的时间完成。有了疫苗，多一层保护力，在校上课也就多一份保障。人间卫视高雄综合报道。